海柔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今天带你们去参观棉花糖的家，骑上我的拖拉车 Let's go。 不知道棉花糖今天在不在家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到了，找个位置停车，前面就是棉花糖家，好漂亮。这里有一个信箱，感觉挺喜庆的。再去看看房子的四周咋样，感觉很好。现在我们去里面看看，一进来就是餐桌，我也要吃饭，我是干饭王。我感觉这里是还没装修成的厨房，然后这个建筑也不是我做的，这个建筑做得非常棒。那边还有一个房间，好像是浴室，没错，这就是个浴室。这墙壁不是浴室，那是什么，对吧？去客厅看看，这电视也太大了吧。这个地毯也是黑白格，这里有座椅，后面还有一架钢琴，去看看钢琴吧。这钢琴也太豪华了吧。桌子上面有苹果和橙子，这有两个柜子，然后由于二楼没装修，所以就不去看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